机。你觉得像什么声音？好像玻璃。哦，好像玻璃破掉。哎，真的哎，好像有点像玻璃破掉声音。好，雨姐，你再摇一次，我们看一下。好像真的要破掉了，好像真的要破掉了。好，那石头的声音，那我们看，哎呦，前面会有声音。我要帮你摇。你要帮我摇，好，可是我要先给人家别人一个机会，好，等一下你再换。好，来，静怡，你帮我摇摇。好，你觉得前是什么声音？好，你轻轻的摇，你觉得前是什么？再用力一点，再用力一点。好，你觉得前是什么声音？你觉得这个声音？空空的，你觉得像什么？我觉得好像小铃铛的声音啊，好像小铃铛的声音啊。还有呢，金宇，你觉得这个像什么声音？像什么声音？我觉得也有点像玻璃破掉的声音，有点像小，还像什么？还像失火？像什么？失火？像失火的声音啊？真的，失火是什么声音？失火是什么？